就是我知道这个建议约会的时候，我就想的是好好准备，然后抓住这次机会，两个人相处相处，看能不能进一步的去了解。哦，所以你什么心情？我什么心情？我没想到啊。因为我不是后来吗？嗯。后来会有一个机会，是可以自己去选择啊。哦，所以就是不管我今天是第几个，我都是。对啊。哦，这样子。然后，所以有吃早饭吗？我吃了一个面包。哦，那我带。多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本来还有牛奶的，没事。然后我问是不是要取票？好，动物园好，因为他有别的东西可以，两个人不会尴尬。对，咱们现在呢就是可以走这边，这边的话是一个甲板，咱们是可以先上去的。哇！哎，这个动物园还挺好，有设计感的哈。还挺可爱的，哦，上面，哦，鸭子 ，Hello， 小心别把它给那个吓走了，哎，还挺好的，很亲人啊，还能摸，可以拍的吗？这个可以的，你要想照相的话，一是这个给你，哦，你这自己带的是吗？对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什么？什么秘密武器？你把这个带来了。那哈，我还特意带了相机。好的。看不够。我觉得可以先拿这个拍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往前走。先往前走吧，先看看吧。那像这边呢，就是有两种大型的蜥蜴的。哦，哇，这个长得好像假的模型，感觉。动了，你看它听见了。像这边呢，就是一条大型的蜥蜴。这个也不能伸手吧？对，这个都不行。因为我查一查，我看好多是有能摸的蜥蜴的。对，您如果想要体验的话，可以伸手过去。想试试吗？别了，我也感觉憋了，有点吓人呢。试试看，它不咬人吗？对，它是不咬的。我不敢。哦，我帮你拿，你小心一点哦。哇塞！哇，你这胆子也挺大的。不、哦，像他的名字了。你想试试吗？这没事，我给你照一下。我真不敢，突破自己一下。我不敢。突破自己。我受不了这个。没事，我也是，在小朋友面前不能怂。他把他叫小朋友。强毅有点像我爸小时候带我去动物园。